大家好，我是王东。今天天气好，我站起来，晒起来，然后我们吃大葱炒羊肉。今天我们在外面吃，有话题。外面太热了，出现了一个灶，弄点柴火，点点点火。现在是切肉了，肉好长。那是我们捡来的狗，都吃肉。开始放油，羊油。分散哈。我们现在开始炸饼子，油饼，用羊油做才好吃的，看两面金黄。我们炸完饼子，炒羊肉，炒沙虫。最后一个炸完了，现在开始炒肉。我们开始炒肉了，先热一下油，把肉放进去，香香的。这就是这道菜的主角，只有在草原上有的沙葱。太香了，按摩一下，出锅吃饭。站着吃也好。